今日用这潜离南郑织女的血来祭天，以慰藉在瘟疫中死去的百姓。这一天，这一天，这一天，这一天！不是这样的，潜离人明明是真心想要帮你们的，你别胡说。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敢狡辩，真是全王恩负义之。 眼神，这三族的印记，便是潜离国继承人的标志。继承人，你阿范，就是啊，是潜离南郑流落民间的唯一血脉。杀了他几天？行，杀了他几天？哎。 大人，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不娶我。既然决定娶你，此事便用命来收。大人，大人，为什么？大人，阿凡，走，不走，走，大人，我不走，走啊！